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。遗憾的是，近年来北京当局日益升高军事恫吓、外交打压、贸易阻挠，以及试图消灭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的作为，已经威胁到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。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，历经73年的共同生活与发展，已经凝聚了强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。台湾人民和朝野政党的最大的共识，就是捍卫主权，以及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。这一点，我们没有妥协的空间。两岸立场的分歧，不仅是历史的因素，更在于民主发展上的背道而驰。北京当局不要因为台湾活跃的民主体制而有所误判，误认台湾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是可以妥协的，进而试图利用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来分化台湾社会。这样的思维和做法无助于两岸关系，只会让两岸更行更远。我要呼吁北京当局，兵戎相见绝对不是两岸的选项，唯有尊重台湾人民对主权和民主自由的坚持，才是重启两岸良性互动的根本。我们期待在两岸边境解封之后，能够逐步恢复两岸人民之间健康有序的交流，进而舒缓台海的紧张情势。在理性、平等及相互尊重之下，我们也愿意和北京当局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，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